我们住二号房。哎，那什么？二号啊？是这个啊？现在我们要去吃早餐。
下啲水種啦。可以可以。咁我哋又冇。咩咖啡馆？咩味添？吃点，吃馆，也好吃。对呀、啊，担担面。哦，好像有猪油渣的，我看到了。嗯
强哥，强哥。老婆。我抢你啊！